我劝你啊，最好把心思放到正道上，不要总想着耍小聪明。你们的全案我看过，通篇都是虚头巴脑的客套话，干货不超过一页纸。那不是为了增加阅读性吗？董小姐啊，我是为了开小说吗？我要的是成果。你们之前的研究方向不是挺好吗？后来怎么越改越不像话？我有说过自改冷淡吗？我有说过红配绿的土味配色吗？ 那要不改回B稿？你觉得呢？我的意思是往大学生的方向深挖。大学生喜欢什么？他们常用的 APP 是什么？你们的宣传方向是什么？力度在哪？懂了吗？懂，都懂了。小罗总，你不是内定了家眷吗？内定。 捕风舟有事情，不需要小心。如果你们的全案有亮点的话，合同就是你们的。真的？不过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要总是想着耍一些小聪明。嗯，有那个时间，不如把本职工作做好。